看这爱媛好漂亮啊。我第一次来到这边呢，我就觉得这边是我宿生的地方的，很亲，我特别喜欢这里。哇，你在哪里忙呢？要帮我一个忙啊。怎么搞？帮忙点起来。点起来。点起来，拿到山上去盖树子啊。只要抱上去不行吗？你抱搞乱了，但我不好撑。哦哦，好，行。我捡了这个薄膜，可能盖五棵树子没问题。好。过几天下雨，你要连续下好几天。我就用那个薄膜把那个树子给盖上来，然后在里面包果子才好包嘛，不然到时候把人请过来了，条件不满足，一天也干不了多少活。不吃哦。吃不吃无所谓，不影响食用。行，我来整。你去那边。嗯，好。刚刚那个操作失误，没拴绳子。本来说要回去接浩浩的，结果快要下雨了，哥哥说要把薄膜盖上，浩浩呢就大嫂去接了，大嫂也是刚好下班。干了，姐姐去接了。啊，把它盖上。看我哥和万里好忙哦，我过去看一下。哦，盖这个也不容易，挺难盖的。把它拴上。你要算哦？没有，兄弟，我要本金。还是就这走的话就扛呗。走不动了。走不动。哦，本金要分开。关键。能给钱多？钱多不？啊，你这是咋的了？哦，嗯。盖了几根树子？六根。六根哦，太长了。也行啊。我几根得八根。七根哦。啊，学习这个应该给拉来崩去。大家看，这爱媛好漂亮啊，都来不及包。看蜗牛都把它皮吃了，再回家吃。我尝一个来看看口感，应该甜味就来了。哇，试一下。我第一次来到这边呢，我就觉得这边是我宿生的地方的，我觉得很亲。我特别喜欢这里，而且有好多果果，那边的美景很漂亮。谁呀、啊？来吃蜜橘，甜得很。熟了吗？熟了。哦，我还在那边摘点了爱媛呢，你看。哇呀，恁干的，好红了！你咋弄的？吃蜜橘蜜好吃。尝尝蜜橘吧。哎呦，我也可口的很，好吃的很。哇，这个好泡，哎，蜜橘是那个嘞，就这样的，最好吃，口感也是。你看我们家对面那个山上，这个蜜橘熟多了很。哦，这苹果是不是最早就有啊？对，你
看到这个品种就老品种，你看剥出来到处都是皮啊，这种是吧？吃起来就比较麻烦。嗯，甜不甜？嗯，我讲讲。掏了一次嘛。哦。它还是什么声音呢？野生保护动物。好多狗。这么多。啊。走吧，回去了。嗯。哎，风都吹响了，这个你要绑紧哟。重新包一下，重新包一下。我去找杆子。对不？三条啊，三都没存。哎，看看那个，那你看看两万年你第一个，连跟酸一起拼是不行的，看看整个枝条上了。要多么吃？搞了半天还跑回来返工，哎呀，天都黑了还没回去。干吧。嗯。我还去了吗？来了，还回去不回去呗？回去了吗？回去一句哄你哈。哎，我要明天读书。好，慢的很。好，我明天再来。要来十多块人，每个人回来买。好，好，晓得。回给我整下饭的去。好，走了。好，慢的。